小月月的克星张鹤伦，好难！我看你这样正式的时候，真的，你别说，你这么正式，真的不好笑哈。你眉毛和这儿全是细，全是细。不是说你是戏精一点不过。我觉得尤其你小笑不敢笑的样子，真的好难看，烦死了。我觉得警长你特别好笑。我是哪儿好笑、啊、告诉我长得就好笑。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观众喜欢你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我只是在台上扮演不同的我而已。油腻的我，痞一点的我，放荡不羁的我，和蠢蠢的我。我觉得这几个占一个就好了。我喜欢新鲜感，我不像你在台上都是一成不变，这么多年都是一个风格。有些观众虽然看腻了，但是他们仍然喜欢你。秦霄贤拥有十个粉丝，你觉得你拥有几个？两个。我觉得我在秦霄贤面前就拥有就两个，因为我并没有觉得跟你的实力差太多。差太多。